哎、欸，真的。对呀、啊，没有。然后海山，过去了。对呀，海山会开启，好恐怖哦。你下海参，原本是三嘛，然后你刚刚有得分吗？好啦，少一点九啦。错九，你们哎、欸，你们刚好得分吗？有啦，我正在，反正在有得分的，没有。好，没有，是三分。朱正群，朱正群，哎、欸，朱正群。原本是三啊，因为刚刚是五四三四啊，你听没到我们比赛吧？好，海山的加油下，好不好？叫一下。哦。哇哇哇！海山加油，海山，清水几分？五分，五分。什么十五什么十五？我刚才相信也笑一笑，五分。分了、那个有人那个唱过，他说六分、啊。真的吗？有人。真的吗？什么的什么的。你要看肉分吧。什么什么？可爱可以加分吗？会啦。我听。哦，变态的。怎么啦？啊，想到这个，我先说一下、哦、你们去府中一定要喝那个好了超大杯。哦，那个店员超。没有，我那边那一家特别好喝，就这样哎。那你们到底怎么喝？是啊。没有，那一家的冰块，他那个冰。这是拿铁推荐，拿铁推荐。宿舍拿铁，真的，大家。哦。他在大陆学的。大半夜的推荐。真的。大半夜的。那个不是有一个卖豆腐的吗？就是那个。哦。关东煮卖关东煮，那天视力那个好了，超大杯那个。大半夜的推荐。对。好，所以薪水是几分？六分。你又来了。我被呛了，好奇怪啊。要去哪啊？好了啦。我知道啊。对啊。然后那种三一的玩具饰品的对面。玩具饰品。对啊，就是卖什么小包包啊、三轮车那些。是吗？有几位小男的？所以是五六三五五五。你打的很难跑。不然开始了。那接下来我输了，我想下。哦，那海山推下吧。先派两位学长姐回去，然后把那个桌上还没有，就是还要吃的东西先拿起来，放到那个旁边一点，然后那个红色的他会来收，就是不要东西放，你垃圾放在那个红色的那个塑料袋上面，他会收走。对，派两位，可以吃的就给学长姐，一组派两位，一组两个学长姐回去好了，啊，学弟妹可以继续，耶、yeah ，学弟妹继续玩，来往前补来，学弟妹往前补。好，哎、欸，刚进到三个女生射服，哎、欸，你要在哪个是谁出的、啊？太吓人了吧！好，不要。好，我现在我要。五副眼镜，不是塑胶框的眼镜，然后我也不要塑胶框的。
框的。可以可以，就是涂不是塑胶框，不是塑胶框，不是塑胶框，是我。但是也是也可以啊，不行。看来，其实我觉得，所以要犯规要丢的。有吗？有学校有吗？还剩三步啊！三步，只有三步啊！四步了，三步，只有三步，开三有四步，不得行！隐形眼镜啊，好智力，赞！戴隐形眼镜啊！有啦，有，等一下那个清水他们先拿四步，所以是最多。四步，泰山也有四步啊，泰山也有四步。仙界也太那个了吧？仙界太那个。对啊，刚不是可以仙界吗？好刺激哦，那个太刺激了。好，那个泰山跟那个清水加一分。那个没关系，中间那好眼力，不用戴眼镜。